接着下来来踢馆的这位朋友，我、哦、他是一位音乐歌唱老师，非常非常的年轻，而且呢他在对 key 的时候彩排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编啊我们的老师哈、哦、都说唱得真好，让我们欢迎谢纯雅。你好，谢老师。评审好，各位参赛者大家好。来，老师一样要抽签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再顺便哇秀一下你那彩绘指甲。呜呼，哦哦哦哦，那就对了。齐恩。不然呢？大家都希望抽到小鹿吗？你们怎么搞？哇，女高音配上我们的黑马，来，老师您要唱什么歌？Beyonce 的 Listen。好的，欢迎谢纯雅。正统音乐科班出身的谢纯雅，除了是乐坛主唱，更拿下过民歌比赛的冠军，而且还是音乐剧的女主角。毕业于声乐系的她，对于声音的掌握技巧十分的熟练，而且她的高音更是会让你听到欲罢不能。纯雅，五十个灯你得到的是47个灯哦，还有49号，哥哥没有给灯了哈。好，来，西恩，你准备的歌曲。